下面介绍下工作台的安装。首先准备好工作台的材料及工具。一、铝材20根，螺丝和扳手。三、网格帘和胶带。四、台面。五、过滤器。六、风机。铝材的长度1400四条，1175两条，1090六条，600两条，490两条，250四条。首先选择1175两根，1090两根。安装小码，能特写是吧？然后选择长度为490的，控制好距离。然后选择1400长度的，然后把它倒过来。选择长度为1090的3根。长度是490的2根。然后用尺子量高度75厘米，在四个角上做标记。
然后选择250的四根和600的两根。然后将这颗螺母打松，这一颗螺母打松，好，一边，同样这一边这颗螺母把它打掉，这个螺母打松一点点就可以了。然后将它旋转，旋转一点点。安装工作台台面，把有保护棱的这一面对着墙面，先把后面安装好，安装到位，然后安装前面。工作台的台面前面卡到这个槽里，然后等等，把螺丝打紧就可以了。然后安装过滤网，注意过滤网前面有个箭头，箭头朝下。然后安装风机。这样工作台部分就装安装完成了，最后安装网格帘。
先将这一小块安装在供热台的前面。用透明胶带，再安装10周。最后将电源插在中机上面就可以了。